嗨，大家早安，我是李四。现在有人在台北市天母棒球场参加九月赛第三站台北站，来看一下。现在是 U15， 天天可以弄到天花板的岁数，在天母棒球场能够这样飙车，真的要感谢九月赛以及所有的协办单位。那我刚看了一下我的积分，目前在 N30 是第八名，还有四站，所以这一站非常重要。等一下八点开赛，大概一个小时后。那我们先去安顿一下，整顿一下心情，讨论一下等一下要怎么骑。现在正在跟队友呢熟悉这边的场地，看一下有哪边比较适合被摄影。对，看摄影点啊，蛮重要的，我觉得。绝对不是在看哪里可以攻击，是看哪里可以摄影。来，选手又来了。这个双层坡个人觉得非常关键，等一下我们实际比赛就能知道了到底关不关键。再加上这里还有摄影点，代表是很好的地方。刚才实际这样绕一下，其实乍看数据好像距离不长，一圈才两公里，但实际上这样绕起来还蛮长的，骑起来蛮虐的，而且没有 S 弯哦。没有 S 弯的话呢，就很难对付一些大卡车，不能靠灵巧的 S 弯甩开他们，制造 gap 制造间歇，就会有点辛苦。现在7:42，旁边出现一位小朋友，想要访问一下。小朋友，骑车骑多久了？两年。怎么称呼？小警长。为什么我想访问这位小朋友呢？因为刚刚他很热情找我拍照的时候，我被他前面那一只很大只的深深吸引。我从来没有看过年纪这么小这么大只的1040，我从来没看过年龄层这么低在用1040的。然后我刚才问他是不是偷偷拿你爸爸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这是不是你的？我的。你的有没有那么大只？有。这弟弟不止马表最顶，他的后面大全配，行车记录器。哎，这个嘎敏干爹干妈，这个最小的 model 就在这里了，太屌了，比我还专业，一定要前后全配。Insta 360 Acer Pro， 高级，你根本就是想要准备当 YouTuber 就对了，一直都是，一直都是。哦，我要频道来频道，我刚才叫小警长，小警长，好，我们来订阅一下，看一下，观摩一下，同行遇到同行，加油，未来赛场上见，我等你，你12岁吗？对，好，我33，好，开机啊！好棒，练到绝对有！才到过，你要帮你接拉，帮你接拉，直接拉！我操！帮我弄一下，那个压，你来，帮压，这样，好黑了，鸡巴了！哈哈哈！老练会传染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帮你投。好，老练，老练会传染的。OK 吗 ？OK 了。OK 了，走了，前面已经跑了。在一阵瞎忙之下，终于起跑啦！先来说明比赛规则 ：N30 组绕行9圈，听到摇铃声才能算是最后一圈，没听到都不算最后一圈，要摇铃为最后一圈就对啦。这个路线环绕天母运动公园，每圈大约2公里。听说上一次举办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，真的要感谢九月联赛以及地方机关的支持。这场比赛最好制造间歇的地方就是这个短坡，每一圈都要扛一次。如果你的位置太后面，他马上又要接右弯，随随便便都会被拉开距离。赛前就知道在这里绝对要屏气凝神，气贯丹田。
这场比赛规格真的不错高，现场还有直播服务提供给线上的朋友观看。前四圈我尽可能的维持在前十名，希望在进攻防守上反应可以灵敏一点，虽然可能消耗巨大，但我掐指一算顶多就痛苦25分钟，不用想太多啦。接下来，我们把转播工作交还给黄信华教练。他们一追上去之后，也就是采取了手势了哈，他们没有要再继续有做任何的动作。那反而你要跑的突围，他们就不会太去管你。这几圈下来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李氏非常可惜，他消耗很多很多体能。如果说他在刚刚微碰车队的选手那一波攻击上，他们是两个人合作，这时候这两个人的合作。拉出一波攻势，那当然 YBT 车队他们势必要牺牲一两个副将来去追击你们。他们如果不动，没有人会动，因为整个集团剩他们战力是最有战力的，所以他们就必须去追击前面两位突围的选手。那李氏跟魏鹏两位车手又是实力非常不错，这一来一往是会造成 YBT 车队的一些压力。感谢华哥精辟的分析。正当我在集团内回血时，左方气氛不对，赖月亮、刘家良一起突围，我卡在右侧集团跟不上去，慢了三拍，完蛋了，要给他们跑啦！微破仓鼠加姆更幼灵，强力追击上去。目前局势非常不妙，主集团光是 YBT 就有4位。Waypoint 也有2位，他们一定不会出来拉速度追击，采取防守牵制的策略，让主将们成功脱逃。目前准备进入倒数第二圈，回收后继续走看看。现在也因为有 Waypoint 的队员在牵制，追击力道串联不起来，只剩下最后3公里了，到底有没有机会啊？竟然遇到摄影器材分出，我们交给华哥做最后的转播。还没有结束，好，我们看到疯狂输出，后面 Team 跟车队疯狂输出了哈，还有 Waypoint 在协防。当然 ，Waypoint 跟 YBT 就是已经决定要协防了哈，不过也进入最后终点了，最后的直线，我们看到刘家良在前面持续的加压。好，我们大家看到我们阿亮，台中的砂石车，他好像是南屯还是北屯？南屯，南屯的砂石车，我们看那个速度，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哈，一次就5台车子出来了哦。然后接着是刘家良啊，然后25号的赖威宇啊，3位选手，来现在看终点冲刺，你是来了，真的有史，你是你是在哦。你看，我就说他用第四。剩下150公尺，我正式发动全力冲刺。这个射程我有信心，直接全到底不缩缸。最后做出20秒 AP 749瓦，拿下主集团冲线，单战第4名，结案。干，掉了。哦，还可以录吧？可惜了，冲线画面没有了。给他们前面3位逃脱成功。这个天母人提供的啤酒喝完了怎么办？来，请问是在地精酿吗？海尼根的，有2大桶。光哥，什么都有。几点就来了？8点就来开喝了。今天这个办在这氛围怎么样？觉得超好的，只要不骑都很好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真的有你们支持，我们踩踏的感觉呢，冥冥之中多了1-20瓦。
就是有你们的存在，真的。小盘，感谢小粉丝的沙士。哎、欸，天母人都很热情哎、欸，不是沙士就是啤酒。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你是天母人吗？我是没有，我泸州人。哦靠，摇了，不是天母人。佑林，感谢最后推进器了，至少帮我推到一根苦瓜了。有最后那个眼神，不用讲话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副将工作，副将工作。哎、我最近戒酒中，要比赛了。哲瑞今天为什么想要来看这个热血的比赛啊？因为我下楼就可以看到比赛，所以我就赶快先下来力挺一下在地比赛啊。当然，我本来很想参加、可是我的年龄竟然只能报那个精英组，所以我就弃赛。太幼稚，不是十五圈，要看我一个人在后面独骑十五圈是很丢脸的事情。对，还是算了。哎、在旁边看真的很爽。对，那个风压，那个选手近距离冲线，而且还有入弯卡位。跟那个电视上看完全不一样，没错没错，很有推荐大家。Yeah, 谢谢来自天母的，恭喜第一次泽瑞，哎，来自垦丁的南湾大炮，干第一次比绕圈赛啊，真的是前面太早转了，单车海怪在前面转，前面拳，哦，使出这种波浪型的攻击，刷一次存在感，刷完之后就开始休息。然后大概过了一半再刷，哎，这么爱存在感就是要这样，有点经验了。七月我觉得应该可以调整再好一点。我看好我们车队的海怪，下一场桃园站加油，桃园站。来访问我们台湾单车界的神雕侠侣啦。今天第几？第二、第三、第二。哇，我知道，在后面只能看着这个小小兵，然后追不到，因为没有人想要追。我又吞了一根清凉的苦瓜，这样，但没有关系，看你们帅就好。所以拿第二吃要吃这样子就对了。对，感谢天母光哥找你们上个通告，请你们吃个早午餐。哎、OK 吗 ？OK OK。哎，思伟 O 不 OK？ 下礼拜 OK OK， 我会加油。OK， 马上回头就 OK， 真好揪，真好约。希望可以完成你的任务。欸、熊空茶园，我已经五年没有骑了。没关系，上次骑是五年前。我30年没有骑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太好了。我第一次骑。那这样一定很兴奋。我们阿亮呢，冲刺战嘛，不负众望。因为常常第一吼，所以常常已经有点偶包。我刚才还问我说他们长得很奇怪，哎呦，很奇怪啦！拿第一怎么会奇怪呢？作为一个业务，要随时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。哦，是。这个前三圈我前面还蛮积极的时候，就总觉得少了阿亮的参与。那时候就是嘉良在我前面，然后他就一直对我使眼色。我跟嘉良先拉出去之后，然后阿伟再跟上。为什么没有对我使眼色？第五圈的时候，伊恩他们有先攻一波，那波速度有拉起来，然后大家都有去追。那追完，其实大家体力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啦。我其实那时候就瞬间蛮累的，然后你们那时候刚好出去，我就知道哦，看有硬哦，因为已经五六圈啊。然后刚好我队友又在后面稍微压一下，对他们其实防守的有真的我感受得到防守非常好。好啦，恭喜你啦，而且最近要结婚了嘛。我靠！好了，现在的比赛呢，准备进入精英组。那今天的九点赛第三站 N30竞赛组的影片呢、啊，就在这边告一段落。那我目前的排名是第八名，拿了一根苦瓜，应该有机会。我说有机会上升一两名。我看了一下 GEC 前三名的选手，就是今天前三名，所以又被他们给拉开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还有一半，还有四站，哎、欸，三站，要过半了。哎，不对，今天第三站嘛。第三，所以还有四站嘛，还有机会，还有希望。分享一个观念给各位，很多人都会说，坚持才能看见希望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要倒过来，看见希望再坚持，你会更有力量。所以现在有没有希望？还有希望哎、欸。好了，那今天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之外，如果觉得我骑得很辛苦，又支持我创作，记得超级感谢。然后。我还要花点小钱去修 GoPro， 拜托了，花点小钱去修 GoPro 需要超级感谢，对吧？没问题。好，我们下一场见，拜拜。